等一下，第一个发发生，要生发，所以你手要手掌心打开来，靠在那个对。我说要生发，要生发是在白点上面，再一次。好，你看，你看，拉发，拉发，你弓就歪掉了。你要想有点，不是，这声音是不一样的。事实上不用拉那么多。再一次。稍微好一点，那我们弓不要再拉那么长，短一点。不对不对，你看你这，我说不要拉那么长的意思是说，要拉那么长还是不要拉那么长？对，那就再更短一点嘛。前方继续，右前方继续。好，先不要加，不要加速哦。什么？手要跟发靠近。往上的，往上不要，不是往下丢垃圾，往上打勾勾，勾起来，然后打这边，对，那小心，对，好，不要用全部的弓了，少一点的弓，快一点的弓，看，嗯，开始。所以说你拉的好沉重，我完全都不快乐的样子。哈哈哈，不会了哈，修修脸。我们把分工，哎，不要有杂音。
应该多一点嘛。站过来一点，站过来，不要敲到墙壁，站过来一点点，整个过来一点，一样朝那边，对，西方。哎，这边啊，拉拉发。拉拉发瑞咪瑞。哎，快的，很快的。好，再一次。拉法米瑞，弓不要歪，西西拉瑞，哒哒哒哒滴哒。多的弓多一点的，就所谓拍子要足够。咪发发拉西，再一次那个干净点，咪有附点咪，那连起来。没有，我要快的，不是迟钝的，是快伸长四指咪，按紧按紧，没有按紧很难听。弓不要歪。Thank you.